猫眼生意经，案例讲你听。这个菜市场刷新三观，一根玉米80块，一条黄花鱼7万块，却连续盈利14年。泰国前总理对他念念不忘，高圆圆、黄晓明是常客，他究竟有什么魅力？三元里菜市场可以说是包罗万象，20平的摊位 SKU 3000家，只要跟餐饮有关，进口的、各个国家专供的都能买到。关于品质，各大批发市场早已有了不成文的规定，尖货优先供给出手阔绰的三元里，除了外在好看，他还很重视内涵，摊主对产品了如指掌，能提供专业指导，比如什么菜跟红酒最搭，不同产地奶酪的口感，明码标价制度下，摊主能更好的服务顾客。由于外国顾客不少，还得会标英文才能入住，而且你绝对想不到，菜市场也能玩跨界营销，每年8、9月举办主题展，邀请书法家手写菜谱，画家为摊位作画，牵手宝马打造菜市场潮流打卡地，得到 APP 在菜市场发布新书，与其说是菜市场，不如说是一个流量平台，你看好这种网红菜市场吗？点赞加订阅加收藏。